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掉呼吸。最近的天也太热了，啥也不想干，一动一身汗。我这边啊已经34度了，是我本人呢能承受的极限啦。你们那边都多少度呢？没错，今天游戏更新，我也更新。其实昨晚我就知道了，蜜雪儿出 SP 的，这么久没出皮肤，这不高低安排上。我没蜜雪儿这个角色吗？世界上最惨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有了皮肤，没有角色。还好我有2张体验卡。秋天甲是谁？这么欧，一发入魂，这家伙绝对是在网易上班的。僵尸的皮肤怎么乱糟糟的？有赛车手，这个霓虹是什么呢？可爱倒是可爱，还有库珀的缤纷画师。这个出场也太美了，骑着小鹿的花仙子 ，ES 这背景，爱了爱了。不过这角色也是真的贵，13000多。小小米雪儿竟然属于救援位，其实啊，最难的还是配合。米雪儿的谢谢你呀，还挺好听。谢谢你呀，能不能配合我了？能不能配合？啊，这是什么妖怪？快跑！猫来了，猫来了，看我超级变变变！就我变成这样，你们别说猫了，就连队友都看不到我。这手救的是不是就很 nice 呢？都到最后了，我这瓶护盾也没喝上，还不让我嘤嘤嘤！你们这群大坏蛋！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了，记得关注奶宝，一起玩游戏哦，爱你哟！